这儿左拐。你们有钱人也太会玩了吧，这也太奢侈了。那是当然，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小金库。就这两杯酒来说，你我一人一口喝下去，100万就没了。什么？100万？那刚才的金币？哦，刚才给服务员的金币就是这里的通行货币，一枚金币就是100万现金。那这金币在哪换？就从入口对面的柜台上。你要换吗？我可以陪你。我还是算了吧。那你自己先四处逛逛，我去见个人。好，没问题。2杯酒100万，还真把人当冤大头宰啊。哟，这不那舔狗江涛吗？江涛，像你这种穷逼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该不会是因为想我偷偷溜进来？陈雪，你可别自作多情啊。自从我知道你不会睡，在我眼里你就是一双被人穿过的破鞋，我才懒得捡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我一上午没钱，长本事啊！就是一条舔狗，你敢动手我呲牙？保安，保安呢？死了吗？竟然让这种低贱的贱货混进，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豁出去！等一下，小子，胆子挺大啊，敢对我女朋友。给我赏他10个耳光，我要在场的人都听到响。就是